国民党不能再因人设事而破坏团结。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是要能团结全台湾的人民。要领导国民党，必须要有高尚的德性，不可以搞个人的英雄主义，把人民踩在脚下。要领导台湾呢，也必须要有创新力，而不是抄袭川普。我个人呢，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，勤走基层，为改革国民党而努力，让国民党能够掌握真正的台湾民意。那至于呢，成就呢，就不一定在我。我一向秉持先人的信念，流传后世的意志，找回国民党的党魂。国民党的党魂呢，就在党员的身上。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呢，多多来推广国民党，让社会的有志青年来加入国民党。